最新确诊数字近30,000宗，新增18,800。依家疫情咁严重，我哋中小企又冇买 Good Medical， 如果有啲咩事，我哋点算好咧？咦，仲揾唔到你？喂，你企喺度，唔好走，仲走，叫你唔好走啊！纸巾、纸灰，仲有香片、火酒、柠檬茶、搓手液。哇，呢盒嘢犀利啦！喂，睇明先，哇，你做乜攞个心出嚟啊？好辛苦抢翻嚟噶，你睇下我帮你买咗几多快速检测包。哇，做咩啊？去咗边咧？喺呢度。咁热闹，唔好执书，睇埋份先。喂，呢边啊，快啲啦！今次用足你唔到。喂，其实你哋抢紧啲咩啫？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2.4%，楼价指数按年升7.5%，医疗通胀8.1%，结婚平均开支300,000，养大一个 BB 要400,000。退休要470,000，打工仔平均只系加薪0.8%，活期利率只有0.001%。唔买保险点生活啊？买保险？咁多人买保险，不如做保险啊！依家疫情对于香港保险行业嚟讲咧，你话完全冇影响咧，咁系假嘅，系有少少影响，但系生意嚟讲咧，都仍然系稳定嘅。我有好多客人因为呢个疫情咧，佢哋意识到保障上嘅不足，好想即刻买翻齐啲保险，甚至有啲客人会问我话：喂阿 Cam 啊！其實有冇一啲可以保障到新冠肺炎嘅保障可以買到啊？係啊 ，Cam， 而家好多先進國家同埋城市，其實佢哋嘅人均保單係有5張咁多嘅，而香港嘅人均保單只係得2.8張，顯示香港市場對保險其實有個好龐大嘅需求嘅。根據2021年第三季嘅數字，保險長期業務嘅新保單保費其實上升咗10.7% 咁多。係咧，咁如果而家想入行，可以點樣做呢？咁梗係考咗保險牌先啦。因為保險業咧係我哋香港政府咧一個重點發展嘅行業嚟嘅。喺2019年嘅時候咧，政府又設立咗保險業監管局，我嚟保障翻保險從業員咧佢哋嘅水平同埋質素。你哋都快啲考牌啦！好辛苦搶翻嚟噶，你睇下我幫你買咗幾多快速檢測包。哇！驗孕棒。打完針唔舒服，食翻粒藥先啦。哇，都好喎、啊。喉糖。咦？